我被割过。对，小时候妈妈是不是这样讲？那有没有听过一部电影叫《红衣小女孩》？有。哎呦，会怎样？身上就不要。那有没有听过走辛亥隧道？晚上走辛亥隧道会发生什么事？会很凉。哎，对。走了很久都还没过。对，还有你骑摩托车就感觉怎么后面有要撞？好。对，真的很假的。很多的都市传说，有的就被改编成小说，有的被改编成漫画，有的被拍成戏剧，有的被拍成电影。好，所以我们这一档，我们是台湾文学，所以每一档的都是台湾文学。像我们上一档也好精彩，我们都没有，是台湾文学拍成电影，像什么《淑女养成记》啊，还有《天桥上的魔术师》啊，还有《花甲少女》等等哈、哦，还有《吴米勒》，这些都是从小说改编，哦，把那个场景都布置出来，所以偶尔你就来一下，它都有不定期的特展，哈、哦，所以我是觉得，哎，今天带你们好像没有看这个，对不起，事实上那里我就想下课了，好、哦，没关系，来，请大家进来，不用脱鞋，这是唯一不。